如意，今天咱们开业能顺利吗？放心吧，吴哥今天加了20多个兄弟，都带着家伙来，不会有事。欢迎国泰影业安如意董事长。 今天是我们国泰影业第3家影院的开业，我相信，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开设第4家、第5家，也为社会各界带来更多的服务。安董事长您好，我是美华报社的记者。 怎么回事？哎，作孽呀！别跟我装傻，我问的是后面那两枪怎么回事。死都死了，还问这些做什么？阎王知道你对女人孩子下不了手，所以还派了无常。既然让无常去，干嘛又让我去做的安如意？雇主说了，这单必须万无一失。
你是咱们组织里名气最大的，阎王不派你，派谁？阎王在哪儿？我要见他。阎王可没空见你，不过啊，我有空啊。哎，老板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我就知道，包子，我都替你准备好了。谢谢啊。进来。着急了吧？给我留点儿，给我留点儿。小峰，小峰，哥哥给你找来吃的了。阎王不见我，箱子就不用打开了。我知道，安如意的事情让你耿耿于怀。不过阎王说了，下不为例。这是他家的地址和他经常出没的地方。这个人不是说办就办的，好办还会找你。他现在是上海滩呼风唤雨的人，洪先生身边的红人，连警察跟洋人都要让他三分，黑白两道都通吃。这个人比较难办，所以阎王让我配合你。把他给我立起来。你摸摸，这颗心从16岁开始就为你跳，为什么你感觉不到？我雪庙也是有人追的好吗？我对你再好，也比不上一个死人吧。楚小曼早就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常五爷，在这个租界，各路神仙都会给我几分面子。他万家豪今天要是不敢来，我就亲自带人到他府上讨个说法。常五爷，如果这事儿真是万家豪做的，
洪先生说了，一碗水端平。我妹妹一家三条命，她还不出来主持个公正？常五爷，你要理解一下嘛。马大帅的三姨太点名叫洪先生去作陪，洪先生总不能跟马大帅作对吧？你说是吧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五爷，来晚了，我先自罚一杯。五爷，安大哥一家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。太惨了，凶手找到了吗？如果需要我家好的地方，您尽管开口。上半年大富豪刘老板被枪杀的时候，万老板恰巧也不在上海吧？秦探长这句话是话里有话吧？维特，给我拿一瓶你们这儿最好的红酒。请稍等。我这个妹夫，上海滩有名的会做人，就连之前和他势不两立的几个企业家对他的做人心服口服。而你万老板跟洪先生合作了没多长时间，竟然全家遭此不测，三条人命，万老板不觉得奇怪吗？五爷，我万家豪对天发誓，如果安大哥的死跟我有一丝一毫的关系，我万家豪天打五雷轰，我的父母家人都不得好死。怎么回事？万老板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可惜了我的好酒。哎，倒酒啊！哦，哎，五爷，今天有秦探长，还有周三哥作证。如果日后您查出安大哥的死跟我有任何关系，那我万家豪这颗人头，您随时来取。好，今天我看在秦探长的面子上，暂且相信你。但是，我妹夫跟你们合作的那些生意，怎么说？这个好说，洪先生讲了，安老板生前的生意和地盘都交到常五爷手里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万老板的意思，既然大股东洪先生都这么说了，那我这个小股东肯定会为洪先生马首是瞻的。好，那我们干了这一杯，一起捉拿凶手，替安老板一家报仇雪恨。好。
兄弟。大夫不在，去哪儿了？被人叫到乡下给人看病去了。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哎呦，我也不知道。老大，给老人家留点钱，把工具和药带回去，让大小姐给他医治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没钱就给我滚！兄弟好胆量，居然一点都不担心仇家追上来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你这个主子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？有意思，你以后就跟着我干吧，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的。把人扶进去，慢点，快，走走。张妈，这一刻真的来了，你怕不怕？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，到了那边，我有何颜面去见老爷和太太？大小姐，老板回来了。大小姐，老板平安回来了。有个重要的人受了伤，老板说劳烦您帮忙把弹头给取出来。亏了这位兄弟拼死为老板挡了一枪，不然的话，老板可能就回不来了。工具和药我都带回来了。大小姐，看来这都是天意。这到底是什么医生？见死不救吗？我不用他挖，我自己挖。林先生，你别激动。小六，兄弟，你等我一下。迎奇，是我。大医院有仇家追杀。不能去，龙大夫又下乡了，所以只能来麻烦你。但是你也知道我的秉性，你不愿做的事情，我绝对不会勉强的。把人扶进来吧，快。去吧，兄弟。小六，我不管你想什么办法，一定要在今天晚上11点之前把这些东西交给马大帅府上的大奶奶手里。告诉大奶奶说，等咱们香港商铺年底开业了，那里面有他老人家20%的干股。最重要的要记住，晚上从大帅府调几个清兵过来。嗯，记住了，老板。小许，在。你带两个兄弟，把这些字画连夜的送到法国总领事的老婆克
克里斯托夫·米切尔夫人的手里，告诉他说，我还有一批北宋的瓷器，正在运往上海的路上。是。我没事儿。我要用手指把它扣出来，你还忍得住吗？您是怀疑洪先生，可周老三也在您桌子上呢。周老三，他一个周老三，换我、安如意、常五爷三个人的地盘跟生意，这笔买卖他怎么算都怎么划算。只要能让我过了这个坎儿，缓口气，以后我肯定会一口一口的咬死他。将军，来几路？杀几路？是。老冯啊，你我都低估了那个小腕子了。传我命令，所有人集合。探长，万老板，跟我走一趟吧。什么事儿这么兴师动众的，还让冯探长亲自带队啊？歌舞厅发生的枪战，万老板不会不知道吧？我的副探长常五爷还有十几条人命，就你活着，你这个当事人不去协助调查，恐怕说不过去吧。好，那我先去打个电话，交代一下公司的业务。哎，还是让你的管家去打吧。是，老板。万老板，你家院子不错。老板，几路人马都没有消息。
王老板，走吧。冯探长，我万某人平时可没少孝敬你，你可不要欺人太甚呢。交情归交情，但是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，不然我怎么对那些死去的兄弟和家属交代？你给我一分钟，我交代一下。可以。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。兄弟，你在我这儿多住几天，等我回来咱们再从长计议。家里的事就交给你了，照顾好大小姐。这位林兄弟是我的朋友，好好招待。是，老板。王老板，请吧。许总管，这是张副官。哎呦，张副官，深夜赶来，真是太麻烦您了。我只是奉马大帅命令，不必客气。你们要是早来一会儿就好了。怎么了？老板刚刚被巡捕房带走。那我们再想想办法吧。什么跟我说了？你和万家豪在一起？进去说吧。我想知道买主是谁，谁想要他的命？买主的信息绝不能透露，我不能因为你坏了规矩。做绝了，你早点招认了，就免得受皮肉之苦了。我招什么？我差点也被打死。你还嘴硬？探长，马大帅电话。看好他。是。喂，我释放了。是，马大帅，我明白，我一定秉公办理，一定秉公办理。哥哥，你别看了，走吧，走吧。快把我们太太会像亲生孩子一样照顾，走吧，她不再是你亲弟弟了。来，拿着。我跟着你走。哎，给你，你就拿着。哥哥，你别走。走走走，带我家去。走，别看了，走。哥哥，你别走。哥哥，你别走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郝峰。看来，想要他命的人不止一路。当务之急，我想见他一面。巡捕房的牢头跟阎王很熟，我可以帮你走走门路。都给我听好了，万家产业都给查封了。放走。
我是沈妙的朋友，谢谢。兄弟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想办法救你出去。你是谁？我是林天。万老板，您这是？你到底是谁？谁派你来的？林浩峰，你给我松开！你小的时候是不是叫林浩峰？父亲叫林海英，母亲叫杨慧。啊！我是你哥，他不再是你亲弟弟了。来，拿着。你如果再哭啊，我让管家放狗咬你。哥哥，别看了，走吧。哥哥，哥哥。就是你当年给我送到谢家的，为什么丢下我？当年你生病，我没钱给你治。约翰神父告诉我，姓谢的老婆不能生养，他们想找一个乖一点的男孩，他们看上你了。你说我是严重症的，看着你病死。还是把你送给有钱人家当少爷。目前还没有消息。徐总管，我都查清楚了，朱老三在怀仁医院，楼上楼下都有人把守，还有巡捕房的人。多带几个兄弟，干掉他。好。等等，我去看看。多带几个兄弟。不用。人多眼杂。圣母，求您宽恕我，我有罪，我愿意向您忏悔。站住！兄弟，什么意思啊？谁要杀万家豪？这下边都是我的人和巡捕房的人，试试啊。判官听说过吗？
先生，老三在医院里让人给做了。判官叫时辰到，斧头帮的二当家的，黑龙会的大当家的，都是被他暗杀的吧？是，听说刘督军也是。查，不管花多少钱。是，还有，看家护院的人手增加一倍。是。慢一点，当心着点啊！慢点，小心点，小心点儿！哎，你慢点，从这边，快，小心着点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队长。许小姐的意思是，想让我释放万家豪是吗？我想让他死在牢里。说说理由。万家豪害死我父亲，霸占我们家财产。那你可以去告他呀。我现在就向您报案。时间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，即使是他干的，估计到现在证据也被他销毁了，这个不好查呀。冯探长，只要您能替我父亲报仇，钱我还可以再凑些。钱嘛，对冯某来说还真不缺。冯探长，您这是做什么？你可是让我要办人命的事啊，你不给我点甜头，你能相信我会替你办事吗？啊，放开我，这可是警局。没错，这是我的警局，你从了我，我就替你办了他啊。放开我，来吧。上次办的案子，人抓着没有？住手！住手！谁呀你？来人呐！动一下我就打死你！冯探长，钱我们已经给你了。放了万家豪，我们就远走高飞，绝不在上海滩停留。啊！你们把我弄糊涂了。刚刚徐小姐让我杀了万家豪，我听你们俩谁的呀？
最近所有需要我出面的安排呀、应酬啊，都给我取消，都取消，都他妈取消！我还不信了，就是把上海滩挖地三尺，也要把它给我挖出来。你是不是等着判官要了我的命之后，你才能把它找到啊？ 你到底是谁？判官听说过吗？求求你，求求你千万不要开枪！有什么条件，我都可以答应你。求你不要开枪，冯探长，我只有一个要求。 听见了吗？听到了。听见了吗？听到了。听见了吗？听到了。到家以后，把重要东西简单收拾一下，赶紧走。你杀的是洪先生的替身，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是洪先生安排的。在上海滩，马大帅都会让洪先生三分的。 王强。 怎么样，林先生？整个事情都是洪天成和巡捕房搞的鬼，嘉豪让你把所有的兄弟都集合起来，出去避一避，把所有的生意马上关照。全部停掉？对。另外的几个股东一听说是您在收购，就以很优惠的价格签了转让合同。这一份是码头的契约。 周老三的抚恤金给他多发一些，他以前负责的那几个厂子，让他的侄子去打理。是，今儿那个日本人龙松会长又来电话了，说还是想和您面谈一次。你怎么说的？按照您的吩咐，我没有拒绝，也没有接茬。这些个小日本子占了咱们东三省还不说。 还要再租建茶叶缸子。我在想啊，这将来有一天，小日本子把整个中国都吞了，也不是不可能。还是先生考虑的周全。那龙松会长那边？ 现在要是明着跟小日本合作，
那你是找着挨骂。我得考虑一个能替我站在明面上的人选。人之初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习相远。你们看谁来了？英琪姐姐，英琪姐姐来了，英琪姐姐来了，英琪姐姐来了。俊贵，姐姐，我等你好久了。怎么舍得来看我们啦？我可能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。住上一段时间，你们欢不欢迎啊？欢迎，欢迎。好，帮姐姐把行李拉进去啊。他是谁啊？他，回头再和你细说吧。我家英琪啊，是孤儿院的捐助人，她出国三年，我就代为打理一下。你看，她只有和小孩子在一起玩的时候，才会那么快乐。洪先生啊，我现在就像捧着一个烫手的火盘，杀又杀不得。放，你又不同意。对了，还有这个判官，神出鬼没的。你安排一下，我跟万家豪见一面，我亲自跟他谈谈。马大帅带兵到南方打仗去了，我现在分分钟可以要了你的命。洪先生，我一直都尊敬您，您这次出手重了点吧。你我非亲非故，无恩无怨，你为什么尊重我？我为什么要对你下手？你想过没有？是我挡了您的财路，所以您才收拾我。我果然没看错你啊！如果我没有今天的权势和手腕，你会尊重我吗？现在看，你是挡了我的财路。可是等你翅膀硬了，你就会是我的夺命判官。我要跟你做笔生意。老大回来了。
回去，包子都凉了。是福生他们找到你的吧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今晚的慈善夜是个圈套。那你的伤是怎么回事？快！快！带走。洪天成为了抓你，动用了所有手段。我为了救阎王，窃听洪府电话，被他们发现所伤。万家豪和洪天成现在联手了，见机行事，除掉他，把小姐给我带回来。如果小姐不愿意回来呢？绑也得给我绑回来。是，老大。如果没有玄武门事件，何来堂堂总理是您？你们晚上等不到人，就别回来了。我还有事，先这样吧。慈善晚宴是你摆的鸿门宴是吧？我也是逼不得已。可我是你哥，你得罪了洪天成，他要你死。可我是为了你才去杀洪天成的。此一时，彼一时。现在我的命攥在人家手里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死。你要是我，你会怎么办？你就不怕我杀了你？你会吗？杀了我，你怎么向死去的爹娘交代？怎么交代？十几年来，我枪林弹雨走过来，能活下来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一直挂念你。我告诉自己不能死，死了，弟弟在这个世上就没有亲人了。你现在说这些，都晚了吧？是谁把我变成这样的？是你，是你，是你！
滚！走。你知道吗？我在谢家，我天天做噩梦，我梦见爹娘被杀，梦见你不要我了。后来谢家败了，我沦落街头，我被人打，被人欺负。那时候你又在哪儿？浩峰，如果当时我不把你送给谢家，你能活到今天吗？我没想到你会变成现在这个样。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要不变成这样，我早就被人打死了。我告诉你，李昊天，这些年我从来就没找过你，因为你在我心里早已死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再说一遍。我说你已经死了，死了。老板，洪先生那边怎么交代？拖一天是一天吧。如果你能拜到我的门下，不但你所有的条件我都答应你，今后上海滩跟日本人所有的生意都由你来出面。师父。有林昊天在上海一天，洪天成也就会对我忌惮一分。万老板，从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今天我放你走，再见面你我就用枪说话了。小姐，有人。小曼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小曼，我做了个奇怪的梦，我梦到了你为了救我，被人开枪打死了。我在你的坟前哭啊。哭啊，那种感觉好疼，撕心裂肺的疼。不，
我梦到了我弟，他居然要杀我，居然要杀我！不是，我不能，我不能杀我弟弟，我不能，没事，我不能，没事，没事了啊。是谁呀？你清醒了。这是哪儿啊？张妈乡下的家。起来，把药喝了吧。我给你放这儿，一会儿你自己喝。走啊！你以后就跟着我干吧。你是谁？谁派你来的？我跟你非亲非故，整天照顾你一个大老爷们儿，你还是我杀父仇人的哥哥，我图什么？这年月哪家不死人？东三省都让日本人占了，中国男人都像你这样，趁早当亡国奴算了。喝。我自己的仇，自己报。周兰是为我死的。如果那天夜里我没有去张妈家，可能死的就是我。万家豪是不会杀你的。你弟弟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根本不了解。Baby!
油比他们为什么贵？明天是不是又要涨价啊？你说天天涨价，他们是不是缺德呀？告诉老许，把所有的粮食都先封存，三天以后再买。是，老板。眼睛，准星，目标。我知道。离得太远了，根本打不着。伤口还没好透呢，我要练到你这个程度要多久啊？可能三个月，也可能一辈子。我不信，你教我怎么瞄准。右臂伸直，眼睛，枪口，目标，对准，把手轻轻放到扳机上。对，真的打中了。打倒奸商，打倒奸商，不做亡国奴，不做亡国奴，反对剥削，反对剥削，反对压榨，反对压榨，小日本滚出中国，小日本滚出中国，打倒奸商，不打奸商。小姐，老曾，老爷出事当天，有人把车开到洪天城的车厂维修过。这件事情，我也是以后才查出来的。而且，撞我们车的人，就是洪天城的人。我爹。到底是被谁杀死的？当晚我就住在老爷的病房隔壁，听到老爷骂完家后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！我不会让女儿嫁给你的，滚，给我滚出去，滚呐！再后来，好像有人用什么东西捂住了老爷的嘴，我就被吓得翻墙跑了出来。再后来，听说徐府不听话的老人。都被万家豪赶了出来，你都知道了吧？嗯。你怎么找到老聪了？许小姐，张妈听说老聪在薛华丽路附近出现过，这些天你陪许小姐在世外桃源，我可没闲着。我提醒你，这全上海滩的人都知道，她是万家豪的未婚妻。你想哪儿去了？他救过我的命，我只想给他报仇。如果你真想帮他报仇，我倒有个好主意。说。万家豪那么爱他，
不如让她嫁给万家豪啊。你这不是把她往火坑里推吗？看吧，你急的。凭万家豪和洪天成的关系，婚礼当天洪天成一定会到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就把他们一锅端了。不妥，这样徐小姐太危险了。我觉得沈小姐这个方法可行，只要能报仇，我不怕危险。那个叫沈庙的挺凶的，还要报警，我扇了他两巴掌，硬把小姐拖上车。老板，您可别怪我。好，办得好，回头我赏你。来来来，怎么的？新赌场要开业了，这是。三家赌场开业，我都不会这么高兴。我的那个未婚妻回来了，让各位见笑。我当年曾经有两个愿望：一是拜在洪先生门下，在上海滩有自己的生意；这二嘛，就是能娶到许小姐为妻啊。这第一个愿望，承蒙恩师的抬爱，我算是实现了。现在要完成的就是第二个愿望。看来你小子惦记许小姐是有些日子了。嗯，我这岳父是死得早啊，要不然我是真想让他看看我这只癞蛤蟆是怎么吃上这天鹅肉的。我可听说这许小姐可是花钱买你的命，要为他父亲报仇啊！哎，那前段时间，恩师不也想要徒儿的小命吗？有这事儿吗？没有吗？英姐，嗯，我们把婚礼办了吧。你不怕我找人再杀了你？老爷真不是我杀的，是府里那几个老人，因为老爷去世了，他们趁乱偷府里的东西，被我撵走之后，一直怀恨在心，所以到处给我造谣。我爹的死和洪天成有关。是，杀了他。现在还不行，杀了他，上海滩就乱了。他死了，乱对谁有利？婚礼当天杀了他，我就嫁给你；否则你就抱着我的尸体入洞房。豪哥，不好意思啊，兄弟，咱们都是自己，没必要。我们得查一下。啊，好了，走吧。豪哥，嗯。师傅，家豪啊，一块吃点吧。那我就陪您坐会儿。师傅，三天后我们会在教堂举办婚礼，您知道我们俩都是孤儿，如果您能露一面，这政商各界也都会高看我们一眼，您说是吧？家豪，教堂那个地方周边人多眼杂，四通八达，这安全方面不好防范吧？按说我是你师父，这婚礼
在我的院子里举行是再好不过了。可是，你的师娘在清修啊。知道。家豪也不敢奢望。我看这样吧，这婚礼就在你的宅子里举行，让你的二哥去帮你操办一下，所有的开销都从我的账上出，就算是为师送给你们的礼物了。怎么了？你二哥到你府上你不方便？不是不是，我是怕师傅您身边离不开二哥，再说这也太给二哥添麻烦了。兰儿，你什么意见呢？一切听先生吩咐。那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家豪，哎，邀请来的贵宾也让你的二哥帮着看一看，哪些该请，哪些不该请。好，徒儿谢过恩师。姐姐，姐姐，给。走吧。万家豪同意了，只不过婚礼的现场要放在万府的花园里。不好，万一万家豪是骗许小姐的，我们等于羊入虎口了。只要在我的地盘上，尽管来找我，有啥事儿啊？这新郎官儿今天挺帅啊！我们相聚在上帝面前，为万家豪先生和许英奇小姐举行婚礼，并祈求天父恩典。婚姻是常人中最宝贵天父所定，祝主所祝福的是人生中的一件常事，不可轻浮和草率，应当恭敬和虔诚，共成上帝完成此事。万家豪先生，你愿意与许英奇小姐结为夫妇吗？遵照上帝之命与她度日，当尊敬她，爱惜她，珍惜她，保护她，答应与她长相守，永远都不分开吗？我愿意。许英奇小姐，你愿意与万家豪先生结为夫妻吗？遵照上帝之命与他度日，当尊敬他，爱惜他，珍惜他，保护他，答应与他长相守，永远不分开吗？我愿意。好，请新郎新娘互赠结婚戒指。新郎可以拥吻你的新娘了。我以天主的名义，马上就能实现你的愿望了。结为夫妻。
下面有请洪先生送上婚礼的祝福。洪先生，各位，今天是我的爱徒万家豪和许英奇小姐新婚大喜的日子，我祝福他们，希望他们能够恩爱有加，白头偕老。好，这是师父的一点心意。谢谢师父。我爹的事怎么商量？老二，你还等什么？你们的事放开我！英杰，二哥，把嘉宾都给我集中起来。上。你个老狐狸，你也有今天。冯探长，冯探长，你看看今天这个事儿，咱们怎么上报啊？洪天成，飞扬跋扈，仗势欺人，在今天万老板的婚礼上，非礼新娘，被阻止后，欲拔枪行凶，被警方击毙，满意吗？好演技，说的太好了。你们说对不对呀？对，对对对对对，对不对呀？对对对对对。啊，许小姐，英奇。我们现在是夫妻了，你先问问我爹答不答应。我的心都掏给你了，你怎么还不相信我？你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我，你真的就不怕我杀了你吗？你开枪吧。你突然答应跟我结婚，是不是就是在利用我？是。啊！嘉恒，你要是下不去手，二哥我替你解决了他。英奇，你要是可以回心转意的话，我还是可以原谅你的。
万家豪，你就是我爹喂不熟的一条狗，白眼狼。都把枪放下，没有老大的话，谁都不许开枪。林昊天，许英琴不肯嫁给我，是不是你的功劳？现在整个上海滩都是你的了，放了许小姐。你问问我的兄弟们答应吗？往这儿打，来呀！这是我跟你们问了问的事儿。开呀！你不要逼我！这就是你想要看到的吗？哥哥，我冷。不冷，不冷，不冷。啊！浩峰，我没有照顾好他，他到你们身边了，你们好好疼他。浩峰，哥对不起你。